决定不参加决赛了，对不起。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或是被阻碍，总是潜藏在心底，我们的心也只有当这些梦想被实现时，才能得到平静。教练怎么还没有来啊？不知道哎，刚打电话给他没接，我打到教室去看看好了。好。我说过你再给我一点时间，你投资的钱我会还给你的，但舞蹈社，我绝对不允许你给他卖掉。担心会拖累你，舒妍，你会不会很后悔跟我参加比赛啊？超后悔！我说，我们应该早点报名。我不喜欢13这个号码。我也不喜欢。等一下比赛的时候呢，记得动作一定要做到位，还有抬头挺胸，不然号码牌会皱掉。是不是别上号码牌，整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了？我会全力以赴。比赛虽然会想赢，你不要太勉强自己哦。子勋，哎呦，我们家子勋越来越帅了。阿妈来帮你加油啊！来，秀珠女士，你这样是在加油还是卡油啊？当然是加油啊，子勋哥哥。对。好啦，差不多要暖身了。暖身如果暖不够，不到影响比赛发挥，还有可能受伤哦。啊，暖身这么重要？嗯，那要做多久？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阿妈，暖身的目的呢，不只是在伸展身体的每个肌群、关节、韧带，它还可以增加心脏还有肺脏的负荷，同时调整全身的心肺呼吸以及血液循环系统，还有身体的温度。这样子身体呢就可以更快的适应激烈的运动或者是比赛，这么重要。嗯，那你们赶快暖身，赶快赶快，我们今天一定要创新纪录。阿妈只暖个身而已，没有那么厉害啦。给阿妈梦想一下。阿妈，不然你现在也先暖身动一动，免得等一下加油的时候闪到腰。你看都被你带坏了，现在志勋都会取笑阿妈了。好了，赶快好好好，一起做。怎么做？先暖腰，暖推出去，对，暖。哎，小青，这边，教练。怎么来的这么晚？俊亨他们都已经开始了。你是发生了一点事情。什么事？不要只是羡慕别人，也要把别人的优点学起来，知道吗？啊，有信心通过预赛吗？担心你的左小腿。来，你现在做一个走路的姿势。啊？就你平常一样走路动作啊。这样。嗯，步伐再大一点，再来。
现在你每走一步后，用单脚支撑身体，停留3到4秒，直到稳稳站住，不会晃动。嗯哼，好，我们再换另外一只脚，同样停留3到4秒，同样不能晃动。哎，小心！两只脚交互练习，让身体记住两只脚的位置。嗯 ，OK， 熟练之后呢，你的身体就会找到正确的重心，对你应该会有帮助。谢谢教练。不过你也不要过度练习啊，等一下还要上场比赛呢。在舞蹈社，只要有舒妍在，你不就是第二吗？哎，本来以为你跟我搭档只是为了要赢舒妍，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你是真心喜欢跳舞吧？我为我之前说过的话向你道歉。你愿意继续当我的舞伴吗？怎么不说话？不愿意吗？哎，不准再叫我第二，我有名字。你太暴力了吧？好了，对不起了，弟。心怡，你愿意当我的舞伴吗？我愿意。那太好了，下一次比赛我们一起加油。一言为定。不过我想到有个动作，你做的还是没有舒妍好。好呀。哎，哎，你怎么偷袭啊？你不知道舞者脚很珍贵吗？更何况我是你的舞伴。哎，俊亨啊，舞伴之间说出自己的意见，磨合彼此的想法，找出两人一致的结论，让舞蹈更好，这是必要的。可是你干嘛没事把舒妍抬出来啊？哎呦，我只举例啊。举例？你又不是不知道心仪。什么人不好举？你举舒妍，你这分明是想要把他给气死吗？你可不可以不要每天只是上课啊、打工啊、跳舞？有空的时候你也管理管理一下你的人际关系啊。除非你想常常，挨拳头啊。是下一组吗？妈妈，爸爸，你在哪啦？快点啦！好，我好紧张。悠悠，刚停好车，我上来了，我上来了。爸爸，怎么办？我的脚抖不停。不要担心，我当你的耳朵。
音乐，我听到音乐了。搞什么啊？根本就是初学者的基本舞步，完全就不是比赛级的水准。这种编舞，舒燕难道不怕输了比赛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光离不开他们的舞蹈。舒燕跳得真好，我也要加油，不能拖累她，就像平常练习一样，不要慌张，稳住姿势，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看，舒燕把志勋整个人撑住了，撑着志勋的同时，舒燕还继续跳舞，能及时稳定住彼此，舒燕真是个优秀的舞伴。小小的忙，想请你帮阿茂的腰闪到呢，我就请志勋当我的舞伴。志勋，你是被逼的吧？不想跟我妈跳，可以拒绝哦。不会啊，我觉得跳舞很有趣，只是怕自己跳不好。李志勋。回魂啊，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运动得到的奖牌。我跟你说，我好喜欢跳舞。你很夸张哎，坦白说，你是喜欢跳舞还是喜欢得奖？我都喜欢。干嘛这么关心我？该不会你也喜欢舒妍吧 ？Hello， 你是新社员吗？要不要当我的舞伴？你这样的状况，你要跳舞当然是 OK 的啦，但是会很辛苦。刚才那个动作，我教你跳一次。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我只要你们父子俩健康平安，我就满意了。不再孤单，不用再坐冷板凳，我要通过预赛，谢谢他们。志勋的动作做得比刚才更大，这样好吗？哎，教练，你跑去哪里了？我们先看比赛吧。你有没有发现志勋的脚好像不太对劲？有。志勋现在脚应该痛死了吧？他很能忍耐耶。就像他妈妈说的，志勋非常的固执又不服输，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到底。难怪志勋的妈妈不让他练舞。不过也只有这样的坚持，志勋才能够站在这。换作是我，我也会选择把握机会，坚持到底。不过，有时候退一步，才能走得更长远。看志勋这么努力，我们也要更努力，不能输给志勋跟舒妍。我们回教室去练舞，准备下一场比赛。好。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太认真啊？
你们让我看的都想要哭，痛哭流涕耶。舞蹈社钥匙。对了，教练，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吗？我们比赛你竟然没到，你到底去哪里啊？不好意思，我刚刚有点事情，所以耽搁了。事情解决了吗？最好赶快解决，要不然我可是会离开的。啊？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吗？所以你怎么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你不懂很正常。我先去看一下志勋。什么啊？怎么？啊！等我一下啦。跟志勋同一组很累吧？不累是骗人的，但是看志勋这么拼，我的斗志完全被激发出来了。身体虽然很累，但是跳得很过瘾。最重要的是，我耳朵好了，完全都没问题了，完全都没问题了。哎，对，志勋呢？他人呢？哦，他去洗手间。哦。那还好吗？还好啊，怎么了？哦，没事啊。对，预赛已经结束了，赶快去看成绩吧。好，那教练，等下志勋回来的时候，你就要等我一下，我有话要跟他讲。好，快去吧，我会等他的。嗯，谢谢教练。志勋，你怎么还好吧？我还好啊。教练，你怎么会在这啊？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你怎么会在这呢？我觉得这里比较安静，想要在这边坐一下。教练，嗯，你觉得我跳得好吗？不错啊。那会晋级吗？这很难说哎。舞蹈跟一般的运动不一样，要看评审的口味给分数的。对，成绩出来了，舒妍在公布栏等你呢。哦，好，那我马上去。继续。对。来，慢慢来。到那边坐着，来。又要卡油啦？没有，真的是加油。志勋呢？他去洗手间了。好棒啊！好棒啊！志勋啊，跟你讲，你怎么了？怎么脸色那么难看？身体不舒服吗？还是跳舞太累了？我志勋肚子饿了，所以才看起来没精神。休息好吗？我们去买东西给志勋吃，嗯？那有什么问题？阿妈就买哈。阿妈妈，我也要。了解，要大份的 double。对，谢谢阿猪猪。Love you。去跟淑妍好好解释，先走了。志勋，赶快过来，我们通过预赛了。决赛很有机会哦，先拍个照。
可以帮我跟布告栏拍一张照片吗？好啊，来，这里吧。好，来喽，一、二、三。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拍一张？三，我看。我决定不参加决赛了，对不起。爸，妈，我们回家。赛，志勋为什么要放弃啊？你知道原因吗？做这个决定，对志勋来说应该很不容易。三。决定不参加决赛了，对不起。怎么了吗？是不是受伤了？到这里已经是我的极限。我们先用足底压力检测，来看看你穿上舞鞋之后足底压力的分布状况。好，志勋啊，你待会穿好鞋子之后呢，做几个舞蹈动作我看一下。好。好，开始。待会呢，会用三度空间动作分析系统来看看你的动作。好，好，谢谢。志勋，你就做几个动作，我看一下。这些动作应该是两个人一起跳的吧？你怎么没有叫苏妍一起过来？我不想要她担心。哦，那好吧，虽然无法精准，
但是还是可以评估得出来。那继续吧，好好放松。你今天还是自己一个人来？嗯。你确定不让你的舞伴知道 OK 吗？我，你不想要让苏妍担心，但是以我的看法，这是不 OK 的。告知呢是对舞伴的尊重，我觉得你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好，我们现在就用无线机电仪来监测一下你身体肌肉活化的程度跟时间的长短。志勋啊，你就跳比赛时候的舞步，要完整的跳完啊。啊。好，开始。深呼吸啊，你运动后的身体代谢物乳酸啊，目前看起来都显示你已经疲劳了，而且现在你是一个人跳，如果到时候你跟苏妍两个人一起跳的话，我这样是不是会拖累舒妍？舞蹈是互相搭配两个人一起的活动，不能说谁拖累了谁，而在生理跟心理上呢，双方都要互相去承担对方的。只是有可能你会比舒妍吃力一点。我想，如果你把这场比赛当成是跳一场圆梦舞，再把自己的心理压力再降低一点，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圆梦，那舒妍，我很想继续参加比赛，我也喜欢跳舞，而且我还有更想做的事，我想当你一辈子的舞伴。小心，坐下，慢慢来。教练，我想参加决赛。你的脚顶得住吗？我就算受伤了，我也不想要半途而废。教练，我练了很久很久，苏妍练了很久很久。我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跳舞就只是为了参加比赛吗？如果没有比赛，你就不跳舞了吗？跳舞就只是为了参加比赛吗？
闷死了。学长，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放马过来。你打篮球是为了参加比赛吗？那当然。那如果你不比赛了，你还打篮球吗？嘿，怎么可能？篮球场就像是我的家一样，你没事会不回家吗？应该不会。志勋，听说你昨天的决赛放弃比赛，那你是不是对素颜感到抱歉？当然会啊。那你想不想要补偿一下人家？可是我要怎么补偿？来舞蹈教室上课。素颜，吓成这样子，到底来不来？我去。那明天见喽，谢啦。这个给你，先走喽。哇塞，情书哎，不简单哦。把妹就是要趁胜追击，你这样拖拖拉拉的，妹早就跑了。什么嘛，这只有照片而已。不过你们两个人的合照，还真有爱啊。你们来啦！Hello， 大家好。Hello。该不会临阵脱逃吧？不可能，他一定会来，他一定会来。李志勋，你怎么那么慢？我还以为你不来了。谢谢你送照片过来给我。你发现啦？我差点就忘记自己跳舞的初衷。快乐。那天不知道是谁说要当我一辈子的舞伴，还迟到。嗯？对不起啊，我今天下课真的有点晚。吧，理由正当，恕你无罪。都恕你无罪了，还不赶快谢恩？哦，谢主隆恩。你还在谢恩呐、啊？好了，暖身。教练。啊。来，上课了。哎呀。另外，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布，我们舞蹈社从明天开始暂时停课。啊，教练，你要出国吗？不然为什么要停课啊？那要停多久啊？也太突然了吧？怎么还是没解决啊？俊亨，所以你早就知道要停课了。教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舞蹈教室要停课？难道那个传言是真的？舞蹈社真的要倒闭了！我已经拼了命的想办法了，可是……这样啊，好，谢谢，谢谢。喂，
哎，小弟啊，我秦昊、啊。哎，我问你哦，现在利率多多？不是，我说现在的利率是多少 ？OK？ 啊，是哦。好，那我再考虑一下好了。好，好，好。我不希望舞蹈社倒，应该没有人愿意吧？要不然我们来想一个办法啊！我们去银行贷款。拜托，连教练都借不到了，我们怎么可能借得到啊？那我们去打工。要打到什么时候才存到那笔钱？既然你们都不希望舞蹈社倒，那不是很简单吗？你们几个人不够，去多找几个人来帮忙啊！假出豪，算你一份哦。那我去找我阿嬤。我可以找我爸妈。我去找同学。哎、欸，我也去，我也去。哎、欸，你们，哎、欸，我刚刚没说我要加入，饮料也不拿，我自己喝。啊！没拿到边。你好，阿公阿公，我教你，我教你，最近学新的，来哦，一二三，你好，你帅哥，你有女朋友吗？哦，没有哎。哦，我想把小孙女介绍给你。好。像我孙女年纪小，要不然我就带出来跟你学跳舞。哦，没关系，你把她带来了，教她跳舞。来哦来哦，现在秦昊青春舞蹈社招募新股东。那会当成舞蹈社的新头家，阁会当跳舞跳免惊，活愈久就跳愈久哦。来哦来哦！医生说啊，我跳国标舞对我们这种年纪大的人是最好的啦，不只可以防止老人痴呆症，而且可以交好多朋友。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跟这些小朋友当同学哦。机会有限哦，赶快好好把握。欸、我要！我要帮我阿公阿嬤还有阿姨、大伯、大伯报名五个。大家请注意，明浩剩下最后一个，请好好帮我。最后一个，快点，大家快点抢！报名。好，去帮忙，去帮忙。帮我写一下，可以吗？这里帮我签个名，谢谢。对，稍等一下，那没有。地址很重要。年纪不用写，不用写。熊皮，没关系，等以后我们都会再拍就好了。年纪太尖哈。对。妈，阿妈老公哎，阿妈哦，飞到美国去找他儿子。不过你放心，我帮他留了一个。哦，我就知道，我还在想说，阿妈老公怎么可能放过我们家可爱的阿猪猪？他休想，他休想。好啦。1, 2, 3, and 4 Yeah, perfect. 好，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是呢我们长青班的第一堂课，我是秦昊老师。秦昊老师帅不帅？帅。对，不是我老王卖瓜，我们秦昊老师真的是帅到出国比赛还拿冠军。阿嬷不是啦，教练是出国参加舞蹈比赛拿冠军。啊，差不多啦。女生换衣服在这边，然后男生在外面。好，阿嬷在这里请。阿嬤，谢谢你帮我这么大的忙。你叫我一声阿嬤，我能不帮你吗？说什么谢啊？不过我告诉你，这次的新成员啊，
都是我那些老伙伴，所以啊，我跟你保证，绝对不会轻易的退股。可是你也要保证，一定要让舞蹈社好好经营下去。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的经营下去的。如果你让那些爱跳舞的年轻人没地方跳舞，我就找你算账。哎呦，阿妈，谢谢。我妈。来来来来来。哎，来呀，来，阿妈抱抱。帅！哎呦，原来我们的俊亨也会笑啊，笑起来更帅了。儿子，你回来啦！妈，晚餐吃了没？妈，你别忙了。不会啦，我消一下忙就好啦。妈，怎么了？怎么样？我想要邀请你跳一支舞。不要啦，我很笨。那刚好我很聪明，我一定可以教会你。好，我试试看。好，开始。等一下，妈妈右脚往前，我左脚往后。好的。哎呦，我有点乱掉了。好，开始。咦，妈妈另外一只脚，另外一只脚，右脚，右脚。好，预备，开始。一、二、掐掐掐掐，然后来，后退，后退。爸爸会跳舞哦，爸爸又不会了。好，继续，一、二、掐掐掐，我对了，哎，没错没错，不要怀疑，二、掐掐掐，哎呦，好玩呢，有一点哦，教爸爸，爸爸你要跳啊，哎，妈妈都会了，我怎么不行？你比较笨，还爸爸，那我们从头开始哦，好，从姿态开始，腰杆挺直。抬头挺胸，缩小腹，缩缩，比踢正步啊！你叫爸爸那个，爸爸，你牵爸爸，开始，开始，一，爸爸，预备，开始，一，二，哎呦，这一掐掐，不是他刚才这样，不是他刚才是不是错了？乖，这件事情证明我们两个不要学跳舞。你昨天真的教你妈跳舞？还有我爸。真的假的？你是怎么办到的？这个。从小啊，我妈就是像这样。默默地在旁边守护我，为我做所有的事，而且很怕我生气。可是我却永远只会嫌东嫌西，甚至嫌他做太多。所以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感触很深，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想来想去，才发觉跳舞就是拉近人跟人距离最好的方法。所以我就这样教他跳舞，没想到他跳得超开心的。听你这样讲，我应该主动跟我妈联系，告诉她我很想她。终于说出来了。多说几句，妈听得到。
签了，就不能随便放开了。要不要再喝一杯？谢谢，不用了。不过听完您的故事之后，我对您的母亲感到非常好奇。也许是因为都是做母亲的吧，一路走来有不同阶段的各种辛苦，也经历过许多挫败。不过我很想看看那张让你和你母亲改变想法的照片。当然可以，你等我一下。母亲的笑容真美。谢谢，我妈一定会很高兴你的赞美。那这位就是您那位一辈子的舞伴吧？好。来，你的一辈子舞伴交给你。你们两个表演完了？对啊。老板，感谢你，听完你的故事之后，我知道如何面对我的未来了。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去接我儿子了。好，欢迎你随时带儿子来玩，今天我招待。谢谢。老板，别再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了。你的舞伴已经安全送达你手中，暂时不会再出见，请给我一杯咖啡。